爸现在给我哟。就现在，让收看。把你打给我，想你呀、啊。来，大家干嘛不录？欢迎收看今天的八点打给我，当然是你们健康有活力的生活大师。啊！对。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呢锁定我们频道收看这个原始最强档的节目八点打给我。当然阿洛今天在八点的时候要分享很好的讯息，因为台湾的歌坛当中即将要爆发引爆一个原住民族语界的潮流。今天呢要推出一个族语纯族语的这个专辑，即将问世，即将席卷台湾，即将迈向世界。他到底是谁呢？有一个歌声是从都兰的土地上轻轻地传过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都兰的苏米恩鲁比。哦嗨呀嗨呀哦嗨呀哦啊嗨呀那鲁啊那咿呀那呀哦嗨呀那鲁啊那咿呀那嗨呀那哦嗨呀。来自于阿美国的好朋友，我们欢迎苏米来跟山上海边的萨利嘎嘎马布隆问候一下。法医法医法医啊，哪有萨利嘎嘎马布隆及苏米嘎古？还紧张嘞，很紧张。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听过张惠妹，然后后来有一个品牌叫阿密特，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过去有听过江胜明，对，然后现在有一个品牌叫苏米恩鲁比，苏米恩，对不对？苏命即将要个人的专辑要发了耶，你看全球都在等很久了啦，对，全球啊，对，一个国家一个，对，一个国家一个，所以我们要苏命要跟所有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音乐界的朋友要宣告了一件事情，对不对？来讲一下，先告招一下。我那个亲爱的各位朋友，父老兄弟姐妹们。就这次要发一张创作专辑，而且全部都用阿美族语来创作的。对，然后希望造成就是大家没有听过的阿美族的歌可以都拿出来唱，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对，我跟你讲，我们绝对支持族语的创作专辑。我们刚才听到苏米唱的那首歌其实是都兰青年聚会歌，对不对？这也是创作的。这也是创作的。对啊，就是那时候这不是传统的歌，不是传统的，很像哦。对耶，好厉害哦。我以为这是你们都兰的年轻人的聚会歌耶。这是自己创作的。对，自己创，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聚会也要歌啊，不是只有老人啊妇女的聚会啊。我在想以前的聚会的时候，就是老人家他们也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创作的，然后就大家一直流传下来，就会变成现在的传统歌。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少有自己的聚会的歌，而且现在的音乐充斥着很多不一样的，有韩国英文的、中文的、香港的、对啊，都没有自己的。我觉得要我们自己年轻人的创作的歌。我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是那个我们一直讲说我们现在原住民的人可能大部分都不会用族语创作，对不对？更不要讲一个更难的，我认为阿美族的创作应该是台湾的乐坛当中最难的创作，其实用虚词，也就是用衬词。用衬词啊。对啊，就是它是用那个吼海呀引回呀，太难了，拜托，这真的很难哎。不会啦，就是有入门呐、啊。我们有，以后我们来教学一下。上网找不到，一定要到部落。一定要到部落，因为以前我们老人家就是聚会，就随便这样唱，比如说。说明你可以揣摩一下老人家，比如说今天你看到我，对吧？哈拉宾啊，阿弥的那个数啊，哦，嗨呀，嗨呀哦，嗨呀，嗨呀哦，嗨撒，嗨，爱和苏明，
思有没有，各位朋友？就以前我们唱歌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哎，这个这样子的传唱，其实这个机制要一直流传啊，对不对？这也是你为什么要出专辑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年轻人要发声啊，就是文化的所谓的传承，或者是我觉得养成，当然不是只有在老人家身上，没错，当然现在环境条件不一样嘛，对，那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用创作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适应在这个社会，但是我们的文化也不会流失掉。对，因为我们在想说我们原住民东西要保存，对不对？当然现在流失得很快，但是我们除了保存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创作，要不断的创作才有新的。我要拿来把那些文化的技能拿来使用，不管是语言、是衣服、是美食，还有藤编啊，藤编，竹蜜也会藤编，你真的是活出一个老人的样子，好嗨。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俗敏的首张个人族语流行音乐的创作专辑即将问世，那当然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海报，有没有？哎，这是你的专辑的封面照吗？是啊，这个专辑的封面照的造型，也就是后来你做了最时尚的穿着，就是你把整身的传统服穿好了。对，穿好了，把穿传统服，就是传统就是永远的时尚。传统，而且我觉得传统东西其实无可取代，对不对？你要改变，还改变的不好，还会真的没有什么效果。大家有看到俗敏这一张，可是我们有看到一个很概念，就是俗敏蹲在地上，有没有？手侧身，有没有？仿佛眼神锐利，然后蓄势待发，有没有？而且有羽毛，这个感觉其实是在表现什么样的意义？就是短裙是阿美族男生服饰上最大的特色啊。就一定要露腿啊，一定要露腿。然后露腿的方式当然就起跑，然后阿美族很多田径选手要起跑，就把这个动作摆出来。这就是田径，对啊，我就是像以前我们那个歌曲各位一杯，有没有那个动作起跑？对对对对。但其实这个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俗敏个人的再出发，因为你过去是图腾乐团，你是江胜明，但是现在俗敏的个人出发的时候，你就用你自己的族语的名字俗敏，对不对？对啊，大家都认识你叫俗敏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台湾还有很多汉人朋友可能还不认识，因为你今天是要用一个个人，就阿密特之后阿美族纯族语专辑，有没有？阿密特还没有唱过族语耶，他专辑有一首啦，对，有一首短短的，但是我觉得要嘛就全部都是，连主打歌都要是族语。哇塞，好酷哦！所以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不是只有族语流行，原住民东西到底能不能成为时尚跟流行？一起来看一下书。